好了，现在到了出面的时间。我今天呢，选择的出面孔啊，应该先给大家看。嘿，是这个。这样看得清楚吗？好，是这样子宽宽的，宽宽的出面孔。然后呢，因为我今天想要吃宽面。所以就用这个出面孔，哎呦，好，万众瞩目，期待的时刻到了，哎，这怎么脏脏的？现在呢就按，现在就要开始按出面。然后他就会想尽办法把这里面的面团给打出来，然后我要把它，怎么会打不起来？干了哟！为什么拔不起来？影片上写的都很好吧，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啊，粘住了。好吧，这是个小小的插曲。好，把中间的这个东西拔出来，端抖，拔出来就可以开始出面。诶，忘了按它。哦，它下来喽，开始有面条下来了。据说下面要撒一点粉，不然到时候自己会焗焗。可是它就算下来也没往下。然后这个啊，下面这个东西是出风的，把它，就是如果你有需要就把它按下去。我的面没有动，没有动，没有动的面，怎么会有一个没有任何动静的面呢？这不是让想起我囧的吗？我觉得应该是刚刚那个番茄汁啊，再不然就是它的筋道太硬了。啊，真的打太久，筋道太硬了。他说：“我可是很有 guts 的面团呢。”啊，怎么出来的不是面，是汁啊？开始出来的是面喽，可以看到它这边嘟嘟嘟嘟嘟出来的是不是面呐？是面呢，哇哦，啊，全粘在一起啦！他做面的人不会有这样的窘境吗？可以来救救我吗？太湿了吗？是太湿了吗？如果让它吹风会好一点。
我觉得我现在很囧。生气啦！呵呵。为什么又为什么？心里有很多的为什么？啊，这样应该是算失败作品吧？全部给它粘在一起是怎么样的？本姑娘是要做面，不是要做面疙瘩哦。啊，没在怕的啦，反正一大堆人也在吃面续面嘛。哎，
瞬间觉得啊，我应该做另外一种，是只有一个出口的面，这样才不会贵州粘在一起。千面旗在哪里？千面旗在哪里？嘿，千面旗在这里，快点千面哟！嘿，哎，突然觉得我的窘境全部都入。欢迎。我靠腰，就修呢。